问你，你连 BCA 都准备了？对啊，出发要爬之前先吃一下。谢啦。早安，我们现在在埔里的地理中心北的 Seven 这里，然后准备要上山了。那我们这次的补给车是跟 Freerider 租的。没睡吧？现在时间是5:30。然后隔壁也有一车车友，他们看起来很强，我还是这个人。对，就只有两个人。就我们两个没朋友。前20天先带一包就好了，半个小时。带一包？算半个小时，可以到雾社，前面还好。我怎么上次骑到人质关是骑40分钟啊？那怪你对了。我们第一个补给的地方在哪里？雾社吗？我是抓雾社。好啊 ，OK。好，走吧，我们去拍照。拍照团。第一个点就是拍照的点哦。我们今天的目标就是要拍照嘛，对不对？没有啊，每一天早上人都这么多，其实。第一次骑乌岭哎，骑车骑。哦，要开始骑了。那我们来出发吧，天亮了。大家都厉害的车嘞，是啊。然后还有厉害车椅。好了，我们赶紧走，我们这两个最慢的。好了，要怎么走啊？直走。And lipstick on the bathroom mirror. The way you love could part the sea. I'm thankful that you want me. 走吧。那第一段就是骑地理中心碑到人质关，然后它的坡度大概2%，对，然后骑16公里。那这一段呢，记得不要让自己太累，然后保持高回转。好，走。Future, I won't stretch a rope. The way you dress up on a cold night still gives me the shivers. I will confess you. 开始照亮了耶！好，还早吧？还早。还早。就骑到这里就看到山了。前面应该有第一个坡了。看得出来了。OK 了，现在要到前往人质关的第一个隧道。以前每次开车到隧道的时候，都会觉得哇，好像真的要进入山区的感觉。就是要进入山区。我好喜欢他讲的。快了。因为我们的屏幕真的是需要有人带。对啊。到喽。到了人质关了。来，骑了1个小时。天哪，骑超久。对，到人质关。你知道我们这边叫人质关吗？不知道。因为上面就是原住民的区域，以前的人到这边就要不能再往前，所以叫人质关。是。再来是雾社，先吃，再来是吃果胶。你骑真快，你不是觉得我终于来了吗？慢慢骑啊。你没有慢慢骑。下一个点是什么？下一个点是雾社。雾社在几公里？5公里。5公里。平均坡度6到8。完蛋，这是个猫空啊。好吧，走。刚才果胶怎么样？还可以吧？还可以。热带水果口味的，我们都买那种。
Because you laugh when you get mad。其实我们的武岭说了好几次都没有来成功，对不对？对，每一次都碰到下雨，就是在要出发前就看天气，变不好，不然就台风来。对，我们大概碰到两次台风来，然后取消了两次。对，取消了三次吧。然后这一次呢，是我们看天气好了就直接来了。对，所以我们的车友都没有来。I used to feel the vast and great unknown. Now I'll never face that world alone. 到了，对呀、啊。去赏枫好了。对啊，都是高丽菜。一路上都是高丽菜的车，对呀，还有选举的人，仁爱乡到了，欢迎莅临仁爱乡。然后直走就是乌色的市区了。我们的补给车在那里，来吃个盐塔，感觉还可以吧？目前还可以。现在几公里了？19.73而已。过了奥万大那边之后，就是一个轻松的平路下坡，就是市区了。来看一下车山有什么东西吃。哦，饼干，很多饼干，饼干、巧克力粒粒。哦 ，Oreo 哎。哇，这是什么？葡萄。葡萄。这么高级。对啊，这么高级。要不要吃？这是什么？哦，这是热水。上山喝的。卫生纸。热热，还有鸡肉，还有这个什么碘酒，碘酒，万一跌倒的话，补给的时候就是要补防晒，才不会黑掉。前面这边就是往左边走，那边就是庐山。嗯，你看零 K 起点在这边，慢慢骑了，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对呀、啊，反正齿比最轻就是了。我上次骑前面变速没有电都没关系，因为就是一个齿比。那我们接下来是从雾社，然后接下来就会到清境，然后到最高小溪，12公里。等一下会有几段小的突然陡坡，嗯，好的，反正现在都是最小档，对，也没什么，要不要换档？突然的陡坡说来就来。刚过完一个，快要到清境了，赶快过去！快要到绵羊秀那边了吧？真的，我都没有在这里看过绵羊秀。然后还会看到那个老英格兰在前面，看到老英格兰有没有觉得比较没那么远呢？我们今天不就在这边过夜吗？休息了。然后明天再骑上去。明天下滑了。现在到这个老英格兰的地方。对。超漂亮的。OK。好多东西哦，还有气泡水，吃个香蕉吧。这么
为骑个脚踏车变胖啊，我们吃太多补给了。我们真的吃太多补给了。不会不会。等下会不会看到绵羊秀啊？会哦，哇，现在真的是秋天来了，好漂亮哦！已经黄了，哦，很美。好笑，我们两个就是很像拍婚纱一样，专属补给，专属摄影。然后大家都很快的骑过去，我们还在这里拍照吃东西，少一个拿那个光板，对对对，少一个光板助理。走吧，继续。走。我们刚刚在 Seven 那边休息一下，然后现在要出发到小瑞士那里。嗯，去那边上厕所。去那边上一下厕所，因为这一间 Seven 没有厕所。发现这边有一间厕所，上厕所的地方还不错。现在时间是8:30，然后刚过老英格兰那边，然后现在都是刚刚上的厕所。就这个吊带裤，就是要后面就是要有那个磁扣的，要有磁扣的，这样才可以带裤子。很远。还有多远？还有很远很远。因为是几个，我们等一下呢会先到小瑞士，然后再到绵羊秀的地方，再到最高小七，好，再到最高全家，再到最峰。好，这里越骑越高，开始变得比较冷了。哎，我查完了，大概10公里，不远不远。你为什么一直回头看我？看我为什么骑这么慢？亲近农场看绵羊秀的地方就在这里。现在高度是1831。来不及的空气稀薄了。听到垃圾车声音吗？有，回收车来接我了。现在还可以吗？现在9:09，对，骑了3个快半小时。骑到最高小七这里，对。1431。好。我跟你说，大概在一半的时间。哦，好的。很累。好远啊。嗯。上次骑到这里也是很累，这次骑到这里也还是很累。又可以骑了，有累了哈，有累了。人家说到了最高小溪还不能太累，最高小溪才开始这样子。对啊，就现在这里。哦。但我觉得你现在这样还好啦。好啊，继续前进 ，Go。乖乖叫，这样折下去，然后它这里就会裂开，然后就这样吃。哦，对，它从中间对折，方便边骑边吃，是不是？主要是针对抽筋，抽筋，对对对，练茄子。哎，我们接下一个是几公里后？8.5公里后，好。那那边我也会拍照，巅峰了，就是巅峰了。对 ，OK， 继续加油，加油，好。高山上了2000公，2000多了，空气又变稀薄了。对，那这里的平均坡度是4.4趴，然后会有两段下坡。对，然后我看网络上的人说，那个下坡你就要冲起来，上一个下一个上坡就会比较轻松。好，谁跟你冲起来休息？他就说，那个冲起来，然后就有一个飞。
你有疲累感的吗？有。有。可以啊。有。你觉得下坡稍纵即逝哈？对。一下就结束了。还有一段下坡的。你要走走吗？用走的。我觉得脚有点酸了，你有吗？有啊。所以我就先把卡鞋用掉，松开，然后换成平的那一面踩，换一下别的肌肉，走。要多补给，一直吃东西哦。对。可练了。第二个下坡。第二个下坡。Go。我上次在这边休息，超级累的，吹风。过了翠峰之后，我觉得是还蛮辛苦的一段，到鸢峰。到哪都好辛苦啊！全长六公里，然后海拔已经2000以上了。很好呼吸啊。加油，5.53公里。等一下，到鸢峰。对，然后爬400。好远呢。一个猫空，又一个猫空，都用猫空当单位。哇，好夸张啊！竟然起这么高。好累啊！好、哦、好，自己小心。OK， 谢谢，谢谢，拜拜，拜拜。刚车友说上面已经开始变天了，对啊，可是我们也快不了哎、欸。嗯、好，对，反正等一下就把外套穿起来。好。加油，剩下10公里就到了。3公里到5公里。这里好酸啊！嗯。啊，等下很急的。我也是，大腿好酸哦。啊，好累啊！好累啊！继续。我不行，不容易、我们现在在1公里就会到鸢峰，然后前面已经是白墙了。还有柯阳哎，好远啊。还可以吗？可以了，还有几公里，剩下一个猫空、又一个猫空，一个猫空又一个猫空。你想上车吗？不用了。好，到昆阳再看看。好，快到昆阳了。变冷了，然后穿上薄外套，走吧，继续。好。到昆阳5公里，开我的感觉好像我很轻松的感觉，对不对？对，其实没有累的要死，对，累的要死，对不对？嗯，累要死，累的要死。好，走走走，加下，走，从这里走吧。嗯，下一站昆阳几公里？5公里。五啊，听到五。
吧？是我们骑太慢。不是，真的很冰。现在已经秋天了，双十节。现在高度是2740，然后距离46公里，好累啊！真的很累哈、哦，剩下1.8公里到昆阳，加油加油！已经骑了6个小时了，看看那个坡。下雨了，雨超大，我们的补给车来救我们了。啊，救命啊！就这样吧。快，先上车，上车，上车，上车。突然下大雨。对啊，没办法，只好放弃了。哇！哇，雨超大。雨真的超大嘞。不是我没办法骑，是雨下太大。雨真的超大的。可惜。可以上去看看那个比较好。好啊，不然一排罗海还没好。啊？下次。下次。应该是明年了吧？可是真的很累耶。对啊，很累，非常累。应该还要再半小时才上得到。我觉得应该要再40分钟，差不多。2372爬升的，11.3，机会结束。明年再加油。Jacko 感谢你，不然这一趟没收讯啊。我刚才正想要打给你了，我一下我就赶快走了。因为我朋友有点大，你说刚才是不是你边骑然后边祈求老天爷下雨吧，下雨吧？我们刚才在月峰那里，你看汽车的温度。对啊，雨一下就36了，嗯，超冷，不然真的是不适合骑步。前三次碰到台风天，这一次呢，怎么样还是骑不上去。我已经下一次就出大景，我已经努力在看天气。骑太慢到哇，好冷哦。外墙盖好了，去那里赶快拍张照。好，那我们的第一次五岭呢就失败了。要是再努力，你已经很厉害了。就到了元峰，再上来一些。昆阳前剩下4公里。嗯，好可惜哦，我觉得好可惜。对啊，然后我们看到这里雨停了很多。啊，好冷哦！哇，上车。就是很空肉饭，古早味空肉饭，然后下面有笋干跟榨菜吧，酱菜在下面。好啦，你感觉如何？这一次？好，还是累累的，但是下雨。感觉从台中出门的话，好像比较可以睡久一点哦，比较可以睡饱。那你就是住在埔里。嗯，对呀、啊。住在埔里就可以睡到5点。嗯，不行。不行。以我们的速度不行。太慢了。对，好了，回去再练习。嗯，可惜最后4公里下大雨了，没办法骑完。最后4公里。对，都是因为下大雨，绝对不是因为太累了。也是很累的，好不好？也是很累的。嗯，好了。那我们这次影片就到这里啦。下次再加油啦。嗯，好，不用，拜拜。